虽然哈、哦、本一家，本一家的时候缘起性空空感观哈，有一个学生问我，我讲哦，性情无我的不我所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当然是安尼啊。比如讲，本来无一物，啊，所以呢，一切都随缘啊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安尼啊。心无物，那是不是一切就随缘呢？心有物，那能不能一切随缘呢？能我懂啊。所以叫做所真，无我真，无我所。哎，这个酸破能锁，哎，见分，相分，好，但是你要了解，这是对江对赛讲的，江对最初的所缘境讲的。这个只是因地啊，之后呢还要有习，还要有果，所以每个进入行果、哦、那就要还要突破自证人，还有正自证人，那以政治真分来讲，这个是我，那上面的就成为我所，所以在次第上一定爱吼，我所先放下，最后的我才彻底没有，了解吗？所以这个所在叫做理路，才叫做行路，听得懂吗？我再讲较清楚给你听。你如果说是没我，就没有我所。行路不是外靠粗的先解决，甲一直入内底游的，了解吗？所以这搭才叫做六出，其他就叫做三系。这样的这样是相应的《楞严经》内底讲的。声音是由灭从外面的色，色受想行识，灭从色起。声音是由灭从色起，所以面对所缘境的时候，以真心无我，就一切随缘，也叫理路，比较行的一心三观。理路，再来呢？开始哈、哦，面对任何所缘境，让定慧等持智慧增长，阿弥哈，先解决粗的，再解决细的。阿弥时尊呢，的我所先盖棺，再解决我，是不是不同啊？这是没有我，所以没有我所。啊，这样不是，这是哈、哦，我所解决的，我就 OK 了。好、哦，所以
这个部分是针对境，针对境的时阵吼，人叫做浮烦恼现行。啊，浮烦恼现行呢，可以把一时的无明吼压下来，所以这大家破分别指的是要破一时的无明。啊，再来呢，慢慢修，慢慢修，修到了乌云全部无去的时，叫做彻底破根本无明。所以一时无明，所以一时无明对上讲对境，因为境吼、哦、当下当下在变，当下当下在变，拢一时的，迄不是根本的。所以这大家是知末。根本的对，根本的假，才彻底解决。所以，学佛就是爱学到呢，什么是咧讲唯识，什么是咧讲中观。什么是咧讲真心如来种，你拢爱清楚。当为色才有这款的内外种子现行，所以修行哦，不了解为事，好不好修啊？难修。有啥物次第，你拢分袂清。这个深广义，你若无了解，你所听的拢是啥？千法。那这款亲切跟啥物人有关呢？跟讲的人有关呢。讲的人若对这无清楚，伊所讲出来的物件，就拢变作浅的法。了解。所以吼、哦，跟罗汉结缘不如跟菩萨结缘，跟菩萨结缘不如跟佛，安尼，知道吗？就因为伊个量无甲遐，无甲遐讲出来物件，一款深广度无够，一款深广度无够咧，你个。对法的彻底了解程度，对。所以我无讲个，你若要徛较好个白装吼，你来好啊吼，找一个设计师，还是讲吼爱甲男仆哦先用好势。不是人我法我，那是跟他所缘境的二无我皆空吼，这是叫见性的味道呀。你二无我是跟他空观呀，还个无出现假观呢。还染尽皆空，过来的但有自信清净心，还要再谈有的，不是只谈空的。二物我是跟他谈空的，也无多具足三观的。那具足三观哦，中观五位是如来藏，拢爱。哎，这是真正依照三观。迄阵时才算，才算做见性。无一心三观，无算见性。这二物我迄是跟他空观的。您若无法度一下子体会较深，不要紧，您写落来，写落都等于好啊思维。因为吼、哦，这个架构要建立吼，不是一天两天。
遐深入了，才真正我都知影。好，再来。老病死，世间如果没有这三法，不可爱、不可念、不可医者，那如来呢就不会出现于世。好，所以如来要会出现于世的时候，这世间有这些苦，生跟什么老死，生跟老病死。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哈？十二因缘来的生死一支，它老死是一支，而老死没有把它分开来，那也不爱分这生跟老跟死，为什么呢？现在老死要分这几行呢？应该要知影答案。答案就是吼，观察不是甲底笑底老的。淡的时候，观察不是跟他对老的，所以吼，唔好想欢喜，家己要笑的。所以吼，老这一支不一定会出现的。既然老这一支不一定会出现的，所以老死的跟坑这一支。所以老病死哈，老病死哈，就有可能前面两个不一定出现的。你想，一发生意外，明明活的变成他那样，所以要不要经过病呢、啊？也不一定要。再来，世间呢也不知有如来应等。应等正觉之见说正法跟力，以世间呢有老病死三法不可爱不可念不可依处，是故呢如来应等正觉出于世间，世间知有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正法力。为什么说世间呢？为什么不是先出世间呢？因为佛法都不离世间举呀、啊，所以当然下世间了、啊。所以世间之有如来所知所见。好，那下一段，以三法不断故呢，不堪能离老病死。何等为三？它的是贪嗔痴。所以这都要追溯到底。像为什么会有我所呢？就是因为有我，所以才会有我所，所以我的变成我所的因啊，所以现在也是现在要追溯到因。好，所以生老老病死是我所，啊现在开始要追溯到因。好，所以你们注意这想有为法有事，这是啥？色法、心法、心所法跟不相应心法，所以老病死是不相应心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哈、老病死是咱控制不了的，叫做不相应；控制会了的叫做相应。啊，所以老病死是咱控制不了，叫做不相应心。啊，会有这个老病死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三毒。啊，有三毒的原因，就是呢。对空性不了解，啊，对空性不了解呢，一着相了，只要着一相叫做痴，后来比较变成两相，出现贪跟嗔，所以着一相痴变成两相贪嗔，出来。